近日韩庚参加某节目录制，其节目组配错视频链接，导致韩庚方以及粉丝不满。三月七日晚，节目组官方就将韩庚视频配错视频链接一事给韩庚及工作室带来的困扰做出郑重道歉，同时也感谢粉丝们的监督，必将细心听取大家意见，做好节目的宣推工作。稍后韩庚官方平台更新工作室也对配错视频一事做出回应，称对该节目韩庚及工作室从始至终抱以尊重积极的合作态度，尽最大的努力去配合，在出现各种问题的情况下仍继续保持友善沟通和处理，却未预料今天这种基础失误的出现，这对艺人对合作方极其不尊重不专业的表现。虽然在沟通后已做出应有的回应，但我方仍严正表态，望今后不再有任何不合理之处，否则将暂停参与节目组相关录制和宣传。网周知搜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